帮我看看这只宝宝值钱吧。玩家私聊发来一只宝宝，打开的一瞬间就惊呆老狼。哇，这合出来1.3成长，净台加善恶12技能。可见这只画魂拥有净台和善恶的同时，成长更是高达 1.3， 其余各项资质也够用。号主顺便讲出自己的心理价格为150,000，老王也急忙打开藏宝阁对比类似的价格，可惜并没有这种成长的12技能净台善恶胚子。但老王也告诉老板，想卖到150,000几乎不可能。善恶你只能加机会钱，更加上一本善恶送绝的钱，好吧。展示这只胚子的同时，老王还带来了数十件未鉴定的160顶级装备资源，来沾沾那位号主的喜气。胖虎废话少说，我们沉浸式快速体验。只能说这波鉴定还算可以，毕竟鉴定出个别小惊喜。